自有人类文明存在，就有罪案的发生。极度心寒奇案，带你进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。嗱，好啦，哇，呢张相咧就系头先我讲个女仔死状嚟嘅，你睇下恐唔恐怖？唔想睇。你见唔见到啲牙冇咗噶啦？佢鼻哥已经扁咗。因为佢可能系即系天台跌落嚟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咁佢、所以系跌到排牙都冇晒。咁佢心口其实插住把刀嘅，咁把刀拎咗去化验啦。咁佢身支衫已经俾人除咗，揾条就咁揾啲白色嘅布嚟冚住。咁当时佢吓死异乡啦。咁开头咧，佢屋企人都话嚟嘅。咁、但系咧，最后屘决定咧，屋企人都系唔嚟嘅。咁唔嚟咧，边个帮佢办啲丧事咧？正常嚟讲，就香港政府系收咗律师嘅。系。咁日本人可能当其时嘅领事就话：冇啦，我哋同我哋日本侨民帮佢办啦。帮佢处理。因为呢件事系好轰动嘅，当其时。轰动到系点样咧？